但并不是完全没有。第一个先求击中球了，击中球就有机会，所以刚刚挥空是一点机会都没有。没错，要打到球，要先从回转开始，你要打到球，然后才有自己会发球。大家都要加快回转的，一般都没有好球。对，布里斯曼有时候连投了五个好球。对，看能不能把刚刚稍微那个应该是从头看起来不预判的这样的状况，给这个损失给降低了。假装好像有配球，其实还是投速球。我们要讲的是说速球速球一直丢的情况下，就看这个球的进雷点。每次速度真的是很惊人。对，就是左投，那这么短的时间要适应九七九八哦，根本不太容易的事情。有出机会。滑球的应用，但是滑球如果你的控球上面是你可以做速差，你看大跨步哦，它那重心就比较压得比较低，怕它的球是跑到中间去，所以你看得到莫尼拉比较不敢冒这个风险。可是这样子的话打者是不是有对会慢跟上的机会，对对对，有发育渠道，你看四五球哈，这个位置上只差一迈而已哈，但是位置上面对打者来讲，已经没有那种左右内外角的感觉，所以这个两个球他都顺利承受到。重要投打对决，良好球一坏球。这球投进来，结果呢是一个冲天炮，这个在界外区，其实被接杀出局之后，虽然倒上二垒，但红袜队最终这分没有送回来，双方。